是哦。的，特别是些乡下啊什么的，很多女孩子，她们的三观真是让你，大跌眼镜的。可以说没有什么三观，特别是道德方面的问题。因为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，饭都吃不饱了，所以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是很不注重的。就是比较开放的，有很多十几岁啊、11、12、13岁啊，就已经开始偷吃禁果的啦，也是为了能吃饱饭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。就是去到乡下的时候，估计来过老挝这边很多，来过老挝这边的中国人，应该很多人都应该清楚，在老挝这边要找一个女朋友是很容易。很简单的，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正确的，通过花钱啊什么的，这个不是正确的找老婆的方式。我就说一下我那个老乡啊是吧？他找了他老婆，其实也没有花多长的时间，就是一顿酒就搞定了，还是他老婆黏着他的。我那个老乡啊是，但是。他的老婆也不是出去玩的那种女孩子，出去玩的那种女孩子的话，我建议老乡们不要去有那碰那种女孩子。你去跟她玩一下，喝一下酒啊什么的可以，但是不建议去娶老婆，因为小心被坑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们的话，很多女孩子因为接触老挝女孩子，他们接触太多中国人了，他们也是想。
三岁他们就偷吃禁果了，然后也是很多女孩子出来赚钱去金三角去哪里，是吧？现在他们就是小小个出来赚钱，出来找男孩子玩，叫男孩子给钱，是吧？是啦。以前没有。没有。以前有的少哦。那现在多呢？以前有点呢，现在有多啊。而且，老挝这边这个情况真的是开放到你无法想象了。开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到那个村里面去，问那个村长给你介绍女孩子睡觉的，还可以，你看到一个女孩子漂亮的时候，你还可以，跑过去问她，跟她谈价格，或者问她爸妈都行的。老挝的乡下的一些三观，有时候是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啊！不可以用道德这两个字来。我们中国的道德这两个字来放在老挝这边的，毕竟对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来说，他们是没有什么多广的一个道德方面的东西的，他们就是求生存，说白了就是，所以来老挝这边，希望来老挝这边找媳妇的找老婆的中国同胞注意点，最好是不要出去招惹那个就是灰色地带的那些女孩子，到时候人财两空，或者找了一个回去又不顾家的，也是需要自己的慧眼啊。我家小姨子要不是我，她不读书了，我马上要她来万象，然后，姐姐给她介绍带去工厂里面上班，也是上了几个月，然后我一直带着，然后我一直是要跟丈母娘说叫他不能找男孩子玩，不能嫁人这么早，要不然可能现在肯定都已经嫁了，现在长得亭亭玉立了。他刚来我们家的时候真的是黑乎乎的，啥事都不懂了，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了，是肯定要给他找一个中国男孩子的。小姨子还有几个月就到二十岁了，是吧？还有几个月就到二十岁了，小姨子。所以老挝这边的很多，特别是乡下的女孩子，你不能用我们国内的道德观念去看待她们，她们的道德观是很淡薄的，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道德的东西在里面的。反正如果想在老挝找到好老婆的话，还是要靠自己的感觉，自己去，最好自己去找。也不要去找那些什么中介啊，什么中介给你介绍的女孩子，你也不了解，也没什么，就算那个中介没有坑你的钱。好了，我就说到这里了，最后也是祝各位老乡朋友过来老挝这边玩的、旅游的，或者找老婆的、工作的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，还有好了，我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。